制作河中美食需要用电钻给竹子打眼。要没有？一个大簸箕，人手一把小木锤，究竟是制作什么美食？我怎么又吹成这个样子？定南人制作五花肉，为什么只放糖不加盐？纯甜。纯甜的。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定南，品味客家人的传统美味。定南客家人的传统美食到底有多独特？制作美食要先上山，用电钻给竹子打眼，竹子中的神秘液体究竟是什么？哇！全家老小齐上阵，演奏一场打击乐音乐会，如此具有仪式感，这究竟是做什么美食？一网三条，你哦，完了。十种食材竟然才能成就一道美食，阵容如此豪华的美食是什么滋味？一路买菜是靠问过来的。定南客家人制作的五花肉不加盐只加糖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哇，我们两个新学徒在这里。跟味道调查员走进定南，品味客家人的传统美味。娘酒传千年，客家娘酒啊，就像是客家人储存在酒液里的密码，哪里有客家人，哪里就有客家娘酒。听说啊，在这里还有一道菜和这娘酒是息息相关，客家人家家户户都会做，不仅香飘十里，还足以温暖你整个冬天。定南客家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精于酿酒，用酒制作美食也是他们的绝活。酸酒鸭、甜酒蛋、熟酒都是当地美食菜单上的常客。胡建林大哥就是定南小有名气的酿酒师傅，也是用酒制作美食的高手。哦，起坛坛，哇，好沉啊，这个啊，体力好哈。这是我们酿酒人每天的生活。哦，就放在这儿是吗？对对对，放这儿。10米的距离被我走出了。马拉松的感觉啊，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就是不加的，嗯，但是因为这个礼拜周末啊，我老婆带一些闺蜜一年都在这里选择在我这里聚会，嗯，所以我特地为她加这些东西跟她吃一光。胡大哥满满的爱意已经倒入缸中了。酒娘的话呢，我们这酒叫娘酒，嗯，娘酒叫酒娘，它就是出酒的时候刚刚发酵好之后出来的那个酒呢，我们都通它娘来了。哦，就娘酒来了，就是出酒的那个结果，就是娘来了，是吧？对，这我们客家人的通俗的叫法。一年要做几次这样的酒？那要几百斤米啊？几百斤米。嗯。哦。今天胡大哥任务繁重，要酿制一种特殊的酒，还要用酒作为重要食材来制作一席定南客家人的传统美食，迎接妻子和他的闺蜜团。欢迎大家哈。哎，你们要吃好哈，胡大哥，煮汤米，我们自己做的，好，多吃一点啊。谢谢大哥。我们这里就这个特产，接客人就走到哪里，谁家的都是这个客家小零食。开胃小菜是烫皮，大街小巷的烫皮达人用自己的绝技传承这一古老的手艺。都喜欢喝，多一点，但是跟你长漂亮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带大家去尝尝我酿的酒。好啊。要喝点特别的，绝对特别，绝对惊喜，绝对你没喝过。好好好，不醉不归啊。好。
喝酒要拿这种钻机吗？放心啦，绝对靠谱，是个靠谱男人。你是说这里边有酒吗？一二三四五六，是不是？嗯。那我跟你打赌，哦，直接钻了。有没有中奖？哎呀，中了中了。没有啊。这个是这个，试一下，钻一下。现在表演一下啊。好。没。又没有。你忽悠我们吧。胡大哥说，他要寻找的是一种陪着竹子长大的酒。两年前，他将酒藏在了竹子里，经过两年的陈酿后，这种白酒有了浓郁的竹子香。这是定南客家人招待亲朋才会拿出来的美味，只不过要想喝到，还得凭运气。也就成了第一个竹杯，这个竹杯这么漂亮，老婆给你。哎呦，结婚多少年了，胡大哥？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几年？二十三年了。结婚纪念日哪一天？结婚纪念日。嗯。老婆，结婚纪念日哪一天？完了，记不清我。哇，你看，来来，下一个接上，点我们多喝一点，好香啊，这个酒，香，出来就闻到那味道。干杯！俗话说无酒不成席，酒是定南客家美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。今天胡大哥要一亮手艺，用酒制作一道定南客家人的传统鸡肉美味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道菜的名字的话，我在我们客家界大家都很通俗，都知道，叫娘酒鸡。看你的手势还是比较麻利哦。这个是娘酒鸡，它比较甜，它就最忌腻人了，很难下嘴。用茶油的话，它香，我们不腻。茶油烧热，加入姜片，加入鸡块煸炒，茶油在热力下散发出特有的清香味，这种味道在高温下充分地渗透进鸡肉里，与鸡肉的鲜香相互交融。接下来登场的便是这道传统鸡肉美食的灵魂。鸡肉转黄色了，我们就开始加上我们的特制的娘酒了。哦，真的每一次打开我都会被这个味道惊艳到。加些鲜的，再加多一点新鲜的红枣啊、枸杞啊，再一起去焖，可以。然后我们再加少许的水。咱不加盐吗？不加盐的，因为我们是甜酒。娘酒度数不高，味道香甜。经过火制后的娘酒更加甘醇厚重。几勺下锅，娘酒的醇香与鸡肉的鲜香迅速融在一起，放入红枣、枸杞一起炖煮，使得汤汁更加浓郁。蘸一蘸泥虾的这个汤汁，它真的是那种入口特别绵柔的淡淡的甜味啊。客家人种叶子才有的在意啊。我坐月子可能就是一个月下来有200多斤鸡啊。得一天一只鸡，吃了两个多月的鸡，吃了60只鸡啊。是。我来，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定南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造就了一道道客家美味，其中有一道传统鱼肉美食薄如饺皮，它制作的时候有着打击乐的节奏感，这道美食究竟是什么呢？味道调查员要先找到钟丽萍大姐。抓蝴蝶的，去那边看一下。这边啊？看到了，在哪？哎，好难抓哦。去哪儿了？有吗？在这儿，围攻他，这里，抓住他，哇，太棒了，围追堵截，最终成功了。要想制作这道传统鱼肉美食，一定要用稻花鱼。在稻田中长大的稻花鱼，肉质紧致，味道鲜美。稻花鱼块裹上淀粉，下锅油炸，色泽金黄，外酥里嫩。番茄酱淋到炸好的鱼块上，是酸甜可口的酱烧鱼。鱼块与爽口的酸菜搭档，成就一道酸爽开胃的酸菜鱼。
每年抓稻花鱼的时候，都是钟大姐一家玩耍嬉戏的时间，笑着闹着，好不热闹。哦，你也抓了，来来来来，哇，一网三条，你，完了，网折了。紧张激烈，围追堵截，在大家紧密的配合下，收获了满满的稻花鱼。钟大姐说，要制作这道美食，还需要一种特殊的食材。为了挖到这个食材，大家准备开始一场比赛。我一定挖的比你们大，好像只有这个最大了。我的三二一，味道调查员没有想到，刚挖出来的红薯那是宝藏级食材，不仅带着新鲜的泥土气息，还脆爽香甜，一口接一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特别有嚼劲儿，这个红薯，那红挺好吃的，甜吗？嗯，甜。咱们需要这么多红薯吗？做这道菜需要很多人能配合好做这道菜。钟大姐说，制作的这道传统鱼肉美食是定南客家人代代相传的手艺，每年制作这道传统鱼肉美食的时候，都需要全家齐动员，老小齐上阵。就买了，买多少？买了一头啊，有多少多少吧。有多少给你多少，我们田里还有呢。田里有吃的吗？你要在里面住啊？送个40-50斤、30-40斤都可以。好惊喜哦！我们的红薯卖出去了，有那种丰收的喜悦感哦。新鲜肥美的稻花鱼和脆爽香甜的红薯，怎么制作这道定南客家人代代相传的传统鱼肉美食呢？好传统的磨法呀，这个是我们一直都用这个制作的，这更纯啊。哦，妈妈做的饭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在学校的时候想不想他们？想。舅舅磨起来就很快，还是特厉害呀。好累。将洗净的红薯用雷波磨成泥。每一个雷波都见证着定南客家人勤俭节约的生活智慧。红薯泥加水搅拌过滤沉淀，倒掉水之后，红薯淀粉便露出了真身，阳光下晾晒一天碾成粉状。这是定南客家人传统的制淀粉手艺，是他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技巧。鱼肉又会用什么样传统的方式料理呢？咱们这个鱼是要处理成什么样子呢？处理把它切成片一片一片的。我这还行吧？还可以，挺棒的。有模有样的话，肯定。嗯，你看越来越薄了，像切的这个，这个就是挺好的。被我的师傅夸奖了，他很满意。鱼肉被切成一张张薄片，撒上淀粉。钟大姐说，要想制作这道定南客家人传统的鱼肉美食，必须有一样神器。这个神器是什么呢？拿到这个神器来，一把木锤就是钟大姐说的神器。没有木锤，这道定南客家人传统鱼肉美食就无法完成。味道调查员还是不理解，这把木锤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就把它这个粉就会这种锤哦，要敲它呀，把它敲扁来。好像手工小课堂啊。咱们这道菜叫什么呀？叫锤鱼。这是因为我们这里是鹅公镇，所以只有我们这个村鹅公镇这里会做这道鱼，所以就叫鹅公锤鱼。通过锤打鱼片破坏鱼肉纤维，使鱼肉更加筋道。红薯淀粉是锤打鱼片的过程中保证鱼片外观的完整性，同时赋予鱼片更加弹牙的口感。这么小锤子一锤，就让这个淀粉完全渗透到这个鱼肉中去了，让它更融合。所以说每一口应该是更细腻了。哦，特别薄，现在我这样两个手指一碰就能碰到互相手指那种触感。嗯，我又锤成这样。
那怎么办呀？这个加回去。做其他菜，小孩子就插手不进来。做这道菜，大家一会可以参与。是吧？都挺喜欢做的。哎，是不是每次做这道菜的时候，最让哦倒了倒了倒了倒？你看，每个小朋友都要上手试试。其实也像是一种家庭游戏，是也像一种游戏一样，大家可以一起参与，就有这么一个时间，一家人都团坐在一起，对，然后做一件事儿，就特别温馨的家庭时光。来，逢年过节家人团聚，一个大簸箕，四周围满了人，人手拿个小木锤，这场锤鱼的乡间打击乐总会热闹上演。当当当当，看我锤出了一个爱心型的鱼片哦。捶打好的鱼片薄如饺子皮，上锅蒸制，淀粉在热力的作用下慢慢变成透明色，呈现出肉质紧实的鱼片。蒸好的鱼放到锅里面去煮，我们先加点配料吧。一定要姜吗？放点姜就去腥，相当于先调了一个汤出来。姜、盐、花椒、油熬煮成一锅汤水，将蒸好的鱼片下锅煮制，生姜给鱼肉去腥，油使煮好的鱼片嫩滑口感再次升级。哇！出锅后撒上一把葱花，鲜香味扑面而来。鱼肉的纤维已经完全变了，它垂出了一种类似于猪肉的那种感觉，有点。真的是，我以为只是一个家庭聚餐，没有想到咱们是一个类似于家族聚餐啊。阿飞，过来，吃你。来。好漂亮啊！我们小时候也戴过，你小时候戴过？小时候戴过这个帽子，就代表吉祥啊，就是健康啊。一顶客家翎帽寄托了长辈的美好祝福，一道鹅公垂鱼蕴含了定南人对家乡的炙热乡情。定南客家人曾背井离乡辗转迁徙，使得他们有着极强的宗亲观念，一代代延续。少时离家打拼的郭铁成大哥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，这次回到家乡，他想用一桌敬老宴回馈父老乡亲。这一次我们回来呀，就请一下我们那个乡友啊，一起吃个饭。我们就按原来农村这种宴席的标准上个这个八个菜。定南客家人的八大碗是当地重大节庆必不可少的美味，八与发谐音，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朴素向往。八大碗主要在于大碗。热情好客的客家人宴席一定要菜品好，菜量大，让人吃好喝好。金黄油亮的白斩鸡，酸辣香俱全的酸酒鸭，软糯入味的水煮酥肉等等。郭铁成大哥和周俊峰师傅要共同合作制作八大碗。郭大哥先要去市场买菜，味道调查员赶紧去汇合。给几头钱啊？哎，不错，其实我就买了一桶了，哎，有一种。给可以做做台子做用个吗？拼接式的。做台子做用个也可以吧？可以可以。60块一斤。哦，都好贵啊！是。你抽了，我们再讲价。给你3块钱吧，22块钱可不可以？3块钱。可以，不错哈，挺会砍价的你。还不错。在一个地方找满这个食材啊，还比较难。八大碗所需要的食材非常多，这对味道调查员和郭大哥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考验。那边儿啊，你爱吃西北香。哦，鱿鱼干找到了。哦，找到可以。哇，太棒了！一路买菜是靠问过来的。十全十美，食材备齐啦。在郭大哥和味道调查员互相配合的采买中，食材总算齐备。郭大哥说，这些都是配菜。定南客家人爱吃肉，现在要请主角猪肉登场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他要上镜。在赶猪的时候，郭大哥在村子里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很多的往事。那一栋白色的还没装修的那个，
我那个房子就在那，但现在没有了，那是别人家的。那两棵树是一直印象很深的，两棵大樟树。两个大樟树。在树下玩些什么游戏？是，哎呀，以前不是看那个战争片多啊，70年代、80年代啊，嗯，打野仗啊，小时候，这时间是真的是过得快。然后原来这些路也都不是这样。无论走多远，根永远在这里；无论走多久，只要回到家乡，都能感受到满满的亲切和熟悉。哦，好激烈！现在，哇、哦，哎呀！郭大哥说，就算自己做饭不在行，他也要跟周师傅多多学习，为乡亲父老奉上一席敬老宴。话不多说，开工。要把，要有个祖上席位，要得搞王中老辈分搞个。因为客家人嘛，都是喜欢吃猪肉，所以我们做一道糖花肉。糖花肉，对，就这个名字听起来甜甜蜜蜜的。对，反正大家今天都得吃掉一整头猪。对，没问题。一二三，来起。来吧，这块你来分解一下。还挺顺溜。对，非常棒。对，一直往这边。来来，半扇猪排成功卸下。对，你看这个就是非常漂亮了。肥肉的部分是比瘦肉的要多一些的。整头的猪肉在周师傅游刃有余的拆解之下，不到20分钟就分解完成。分解好的猪肉要先煮制。把猪肉丢下去。周师傅要制作的是八大碗中的一道主菜——糖花肉，主要用五花肉制作。他说：“成功的糖花肉，爽口软滑，肥而不腻。”哎，郭大哥，来，你要的肉弄好了。这是大杂烩里边的，对对对，够用了，够用了是吧？够了。厨艺没有那么精通的郭大哥，正在为大杂菜做准备。郭大哥为什么选了一个这么难的菜？因为食药食材考验刀工的时候到了。因为我这个小时候啊，我们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定会做这道菜，而且这道菜很好吃。但是也是，所以我说我试着挑战一下。有乡愁呢，可能还包含这个美食啊，老家传统美食。也可能别人觉得哎，这一套很普通的菜，但对我们在外面的，你会想起小时候，哎，我们就觉得很特别。所有的都是吃。哦。哇，我们两个新学徒在这里。大杂菜要求10种食材都要切成丝状，这可难坏了郭大哥和味道调查员，也忙坏了周师傅，一边照看锅，一边指导他们俩。哦，如果我们两个人的话，可能忙到下午。哦，这位大爷已经开始消损了。要烟熏。哎呀，被烟熏了。郭大哥，哎呀，是看着这个郭大哥长大的吗？是啊，是啊。他小时候是乖还是调皮的那种的？还调皮啊，小时候啊。完了，郭大哥被接老底了。每次回来，对这个我们整个家族的老大是非常尊重的。哦。哎，这个是人老计划这方面他做的很孝敬，是吧？哎，孝敬各位老人家。就在大家齐心合力进行食材准备的时候，周师傅那边的猪肉已经煮好。哦，已经炖好了是吗？对，已经炖好了。等我们先把肉拿出来，煮到一根筷子轻松插透就可以了。煮好的五花肉切成块状，接下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想都不敢想。白糖时间熬得久，它容易焦，就熬糖是做这糖花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。这道菜是不加盐的。对，不加盐。糖花肉我们就是甜，纯甜，纯甜的。哦，下锅了，下锅。嗯。还有。哎呦，排骨也下下去了。对。万万没想到，糖花肉竟然要放这么多的糖，还不放盐。这个包含了五花肉块和排骨，还有那么多糖的糖花肉，能好吃吗？就我们当地的这个米酒，你闻一下，香甜味儿。对对对。米酒的作用是什么？增香。甜香、酒香、肉香在锅中汇聚，滋味交融。周师傅说，
糖花肉要想好吃，还有一种独家秘方。我们当地叫五指毛桃，你闻一下它的香味。这是一种树根，嚼一嚼，对，有点甜味。它主要的作用就是丢到下面，它就要这个香味。对，我们叫毛桃，微甜。五指毛桃，对，来把它丢到里面。哎，对，好，把它搞到里面去，慢慢让它微。五指毛桃是野生桑科植物，有种独特的椰奶香味，所以经常被定南客家人加入到制作美食过程中。有了五指毛桃，给一锅糖花肉增添了椰奶的淡淡香味。开始做这个大杂菜了，有些要先放油翻炒，有些是不用。我们先做第一个哈，这个虾米，就不放油，你直接倒到锅里，直接倒进去了，是全部倒进去。好，就翻炒一下就好了。好，炒到什么程度呀？弄干了就行。这个虾的香味全部被炒出来了。郭大哥反而成了帮手了，这一下。合作愉快。这个就得加油了，这个要加油，对。先把它弄香了，一起倒进去。好，我们两个都不熟练，在一块儿有时候手忙脚乱的。蛮香的，有点像烤鱿鱼串。将香菇丝、茭白丝、萝卜丝等食材翻炒，将炒好的鱿鱼丝、炒干的虾米、炒熟的肉丝等食材陆续加入，一共十种食材翻炒均匀，加入调味料，一碗鲜香可口的大杂菜便做好了。大杂菜的十种食材寓意十全十美，既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，同时也是衣食富足的一种体现。在大家齐心协力之下，八大碗上桌，敬老宴开始。走嘞，上菜去。荣幸的啊，肯定是男主角，比较不好吃的。它虽然是看起来这么肥腻的这种五花肉，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腻，反而有点清甜的感觉。这菜真的是咸鲜脆爽嫩，各种味道集于一口。八大碗是郭大哥周师傅的敬老之心，也是浓浓的乡情。胡建林大哥准备继续钻研酿酒技术，用客家米酒制作出更多的美食，让妻子能品尝到更多的美味。钟丽萍大姐期待能将家乡的鹅公垂鱼推广出去，让更多人品尝到这道风味独特的鱼肉美食。郭铁成大哥决定跟周俊峰师傅苦练厨艺，争取下次用更可口的饭菜回馈家乡的亲人。对于定南客家人来说，家乡之味承载了祖辈迁徙的记忆，他们不仅是舌尖的美味，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，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怀，家的温暖始终都在。